主料青辣椒200克，辅料油盐醋白糖大葱大蒜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辣椒洗净，葱切断蒜切片备用。锅里放油，响葱姜炒香，倒入辣椒白糖，倒入醋酱油盐拌匀，再炒一会，好了关火出锅。烹饪技巧，炒辣椒时候表皮粘了就好了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